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在市政中心这个下水道的入口啊，那么呢，我们下来之后呢，你看我现在就在入口附近，那么呢，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右拐过来，这里有个房间是可以开的，开了之后你可以搜刮一系列的东西，那么呢，搜刮完之后，前面这里有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啊，这个门是锁着的，有个窗口，你可以透过这个窗口打这个电箱，打掉这个电箱之后，门就开了，开了之后呢，又有一系列可以搜刮的东西，搜刮完之后呢，当你走出去这里。拐角会刷一个胖子出来，那个胖子啊，打死了之后会掉落一个钥匙，钥匙你拿起来之后就继续往下走，往下走呢，这个门就可以开了，开了之后呢，这个国土战略局装备就在这里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，非常的容易？好的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市政中心的国土点旁边，我们要怎么拿呢？来，他在这个楼上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往后面走，来到这个红色房子旁边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绳索，是可以降下来的。然后我们从这里上去，顺便收刮点东西。那接下来我们破坏掉这个，搭一堵墙，从这里放上去，爬。Nearby hostage situation detected. 上楼，放，走。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门是锁着的，对吧？那么呢，锁着的门它是有个电箱的，门就开了。顺便拿点东西，互动。哦，好黑啊，这里面啥都看不见。这合起来就是个解谜游戏，对吧？搞定，计划已结束。Bingo。